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志豪，非常非常真心的感谢你对中天新闻的支持。从电视转战到网络，我们并没有分手说再见，反倒是互动更加紧密。半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，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个甜蜜期给拉长，互动的厚度呢可以加深。中天新闻随时上线，需要你大力的支持。中天新闻24小时直播，五月平均每小时双开在线人数近乎全时段第一，全台湾五月直播最高在线人数正常发挥双开全台第一。中天辣晚报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，短短20天，高达7天，双开在线超过7万人，5月28日飙到78000人同时观看。全世界 YouTube 直播，中天经常性排名全世界前10名，是全球华文媒体首选品牌。